大家好，我是迷之声。今天给大家呢带来这款是车小猫的作者的作品，之前去他网站上看了一下，几个游戏真的都非常棒。那么今天呢，这一款叫做 Jabo's Adventure， 这是一个名叫 JB 的小孩子的大冒险。最上方出现的呢是按 X 键成为英雄或者说是主角。你好啊，主角。啊？谁呀？我的名字叫乌贼里奇，你可以叫我乌贼贼。我叫 Jabo's。 乌贼贼，你为什么坐在我头上？你是主角吗？这不是乌贼吧？这是章鱼吧？啊？我不知道啊。你想当主角吗？好啊，我们从头再来一次啊。你好啊，主角。哟，外面有一个人看上去很低落呢，去让他开心起来吧，主角。这边这个低落有一个这个下，是用的是 down， 那么说明呢我们接下来各种互动都要用下键来完成。好，就是在你面前按下吧。好，这是什么？我会记住这个的啊，是给他 high five 了一下吗？谢谢，恭喜，好样的，你游戏通关了。你精通了？是啊，我还以为会花一整天呢。那我还可以当主角吗？是啊，一定还有其他事情让你做的啊。这边有一个乱码，不管了。好耶，出发吧。好，那么 我们的操作呢刚才对话都是用 X， 那么我估计 ZXC 是跳。好的，那么我们就用这个下键呢，可以好下键啊，这个来啪一下，啪啪啪，好可以进房间。这边什么都没有吗？那有个房间干嘛去？好，这边有谁？嘿，乌贼和我要去冒险哦，想一起来吗？好耶！哇，你这嘴真大。但是等我看完这个电视，换言之估计就是看不完了。我好吗？这不是弹琴猫？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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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现在我将给予你跳跃的力量，按 Z 键跳过那个小沟吧。我早就会跳了。哦，好吧，对话完它都会自动跳跃一下。这个石头站不上去，站上去了。看来这个碰撞的这个设计还蛮不错的哦。高尔夫球男。嘿，杰宝斯，我看到很高兴见到你在完成自己身为主角的这个公民责任了我会帮把手的，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在高尔夫球场上。那你带着高尔夫球棒干什么呢？我带着这些高尔夫球棒是为了帮助你的这个任务的在我非常重要的这个会议之后在高尔夫球场呢你也帮不了我了。废话，真是。道具屋，欢迎，四处看看吧。这边东西每个都只要一便士哦。这个游戏里根本就没有现金系统。别担心，我们有一个特别促销活动。那是什么呢？我把武器和道具放在镇子外面来增加我们的知名度。这不会很危险吗？就是个游戏嘛，小孩子，别这么严肃的。就这边东西也都不能买了。怎么好像从刀剑到火箭炮都有？没有我的幸运卡牌，我没有办法打这牌呀。你坐在一张牌上面，谢谢。规则我懂的呀。这家伙在作弊。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喝醉了怎么能当主角呢？我只有15岁啊。你看上去比15岁小多了，同学。那就更糟糕了。我要黑松沙士，
黑松沙是还是谁呀？待会儿给我呀，待会儿给我呀。竟然是一样的对话，累死。哎，我跳，我跳，哦，马桶在那边啊？你不是水管工吗？不，我是主角，主角往往就是水管工啊。我的马桶就需要拯救啊，快点去。哎，那我们怎么办呢？按下也没反应啊。哎，还能站在上面，什么事也做不了，坑爹了。上房间，下次我要当主角。哎，就没有了，说几句鼓励的话嘛，主角。是不是叫